这样拍出来效果好看，看，这是小八哥啊，给我起来，这还有一个锁呢，你看，这狗怎么样？是吧？这你都没喂了吗？那真是把狗忘了，喂。里边还有个蛋，这有那个馒头四在新能卖的有没？下一年都会那你这一个什么？这个现在还怎么用？一万，一万可以。其他的呢？这个都都在食盆里了。啊，买点的多不多？还有彩色。我店的店名才钥匙，店名钥匙叫俺自己拿的，你的钥匙，你放哪来都在哪里。就是买鸟的，看鸟的，女的比较喜欢鹦鹉，咱们看八哥，那边也是八哥，这边也是八哥。看叫的，这是个啥啊？白色的吗？那是啊，灰龙，灰色的乌龙，哦，乌龙，那不是在家叫上好，白色的不是乌龙吗？乌龙是乌龙吗？白色的白色，八哥是吧？这八哥我知道，这是八哥的实体，这实体。这种是半毛，来不上大半毛，来不上小半毛了吧？这是半毛是吧？下个星期就交大了。是的，我来喂过这。嗯。啊，这小乌洞都不跑了，喂熟了，你看，在这，来，等你长大。好了，就看这么久吧。看好了，都看好了。我靠，啥还要长着？好了，来市场上，早晨刚来，人不多。